这个就是一个体感游戏的镜头。校方人员带着来宾参观各项科技科技两个体设备，包括结合游戏加强中风患者复健措施，也就是为老大人设计智慧厝，重视身体保健预防和居家安全等等，好为大家来这也是看了真有兴趣。结合产业界还有学术界，最主要两岸共同为老人未来的福祉去做努力。那这个研讨会从2007年到现在为止，特别个海峡两岸老年福祉研讨会，今日南开科技大学展开，希望在面对老龄化的社会，会使提供平台，双方来探讨高龄化事业发展的模式，而对学校努力，得到方面嘛表示肯定，希望有机会合作。产业界、养老机构、社区养老这些的企业，到大陆就是带着一些新的一些理念。一些服务业的方式去，我觉得应该说从做产业的角度来讲呢，还是前景蛮可观。这个产学研用的结合方面，南开科技大学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突出，整个学校都有一个养老的这样一个突出的特点，然后四个这个学院呢都有和老年相衔接的亮点，这是需要我们这个学习的。好表示因在老人福祉科技方面用了真侪心思，希望借着合适的交流，并且跟产业来合作，会使减少因高龄化所产生的各种问题。记者林云新采访报道。